一个汗都来不了。你我是硬帮你说了话，硬的硬的，下一张不是，真不好意思呢。那这没枪，这家人有意思。不是硬的硬，硬的硬的没意思。哎呀，正常。你不会打门如意牌？啊，这门如意牌。啊，你打门如意牌，打门如意牌。你打门如意牌。那这该硬的不该硬的，说上打门如意的你。打门如意牌，我叫你打门如意牌的。是不是我叫你打门可以说打门如意牌的。你可以打门如意牌。哎呀，我看你都一会儿没忘翻了，一会儿你都。嘿嘿嘿嘿。就是顶功。不，他顶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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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顶住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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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场，先出局吧。人家叫什么？就是老爷子，老爷子。这会儿有还有朝气。拆你的中炮敢不敢？你想拆你的中炮敢不敢？拆中炮攻了，把你老婆马给打了，丢这不丢？嗯。我没见。哎呀，你这不是是吧？一拆中炮，把中马给你敲。那挪了不妥了。挪了不妥了，他踩着踩着给他踩着，踩也中炮，死局了，他是来打死局的。你想想，他是来打我的。你抬一步吧，我高一步，他高一步，可不敢平抓，平抓高一步，高一步两码两码没有了，就这都打死局了，高一步不打死。他就是打我个马的劲儿。那你高一步他啥也不打，你平抓一步看打死是吧？你这个字的那我这个字呢还可以，这个字我这个字呢还行，该拆拆拆了两炮，你不敢打中了去，让人有窝囊吗？这个人就在这邪气话，那我也不敢打了。这你这城市来打这会儿是不是保证你安排啥？你给我安排啥的？安排？你吃不？饭都不爱吃，咋不丢？已经丢个了。咦，丢个，下回他往那跑。不叫他丢了。先打马，先打局，局打不能打局，咋不能打？我不打他局，我也不能打局。我不打他局，我心里。让摆一步，那是让马局夸奖你。先打马，马跑了咋局？咋打局？我心里不干。不是这样，人家先打马，叫马跑了不敌人不打局，我才不打他的马呢。咋打局？光想先那个大馍，直接那个扔。我就对他的大馍，我不对他的小馍。不是中组。他上一把入到着那个啥，这个拉上。他要是早上拉上那个硬盘也打了很。他把马窝弄窝心不好。你看中相是，我这看两下，他俩重头。你家先打马是不是？这马都不敢花家，马也跑了打大局，外头被我一打，是不是？哎，你咋过呢？哎，下麦，你不进了，走局丢板了。
还讲。你不能是回去啊，你不能是回去啊，我搁这没动了，你看你来到啥来到。那你不能是回去啊。啊，你不能是回去啊，你这回去有啥意思？我该怼他一枪，怼他一枪的去，咋才叫绝？是不是啊？啊，那就那慌张。人还吵一枪，就是吵一枪，人家一不是他吵我一枪，我给他一箱子来吵一枪，我吓死。这他只有一枪，我知道。吃喝一弄，吃喝一整。热气了，赶紧撤局了，不撤局啊！我讲的给他撤了局，他去找他人了，两步都搞着来了，他不敢讲你，咱人家你给他想了，咋打你讲？骂了就把跑吃了，他是看到真把局撤了啊！你打不成门工了，下了太岁手了，他已经丢两箱，丢两箱呗，把跑了。那你大奖嘛，大奖再大一奖，等于说双炮换俩箱换一马。有挂脚器，怎么挂死了？那可以。哎，挂脚器都是挂脚器，挂下跟坑马，挂死了。那都不中，那都不中。马，你呀，先给他打炮了。那这都不中了。你不叫他回去，他一炮都赢不了。下棋是坑路。气不要套，他这气不中了，咋圆夸着这会儿？把马给他啃了算了，圆夸圆夸的那个啥都快瘪了，瘪着呗，绝不给人跑出了，是吧？圆夸着，夸了给他吃了，夸了给他吃了。你真的跑往哪跑？你精明吧，精明吧，夸了给他吃了，精明。夸了给他吃了，是吧？夸就是给他吃到得了，没法了，干了，是不是？再见面啊，对，今天我们过来。太空，太空，将来应该大象将大象给他举给他吃了，他不给我下。啊，你知道举了，你走快，他这一举害怕。你呀，把重炮给他一扯。你跑着跑着错了，变枪炮上坡了，把枪炮往这儿撸了。左炮不轻一步，把中炮给他扯喽。左炮不差不。不扯喽，腰都有危险了。叫他响着错了。看着就错了呗。你看着。这功夫得响。看着就错了呗。看着你看咋着？你看给他打了。打了也给他扯喽，跑跑也给他扯喽。再打了。打了给他响了。还有个马呢。再打就给他扯喽。咱那马子拆了，局不敢吃，还有咋事了？打了，香，打了，再打了，马了，拱了，成局了，是吧？再打了，马了之后你不拱他，然后把炮给他一吃，还有跟着他的马，咋吃的？那马哪有用啊？打了香，再打香，把马吃了。来不及，打吧，打一香，再打一香，然后把炮一吃，拱着他的马。头一回打一香给你香了，啊？你打一枪，他给你响了呀！那再给他拱着了，起来，再给他拱着了，起来，不，再打了，打啥嘞？打，起来，打着，打响，这咋说的？这敢拱响了？这可以，就是也不敢拱响，这不拱响，打把底下那块儿没有拱。他以为他的兵马打把底下不得响，他太久，我再给他打了，这都能给是不是？好，派局，他把那炮也给杀一枪，把猪也杀不到。你要拱他一枪，不是派他的局了？派局呗啊，你这个派局，给他换个局就算了。换个局，派局，嗯，别互相点儿。对，别互相点儿啊，别互相点儿，换个局这气都没危险了，换局。我说你丢个猪，丢个炮，换个局就算。我杀这个炮，我这直接不能。没说你哪呀？谁说你哪了？就换那个局就算了。杀他的兵，杀他兵打底下，打啥底了？打底下，你非得杀着中炮，换头一头的把那中炮老板的能量，中炮能不能拿危险了？他的皮多呀，占优势。嗯，就占优势。早着都是头一头杀的嘛，三个十。哎，三。
他也跑单位又割让了，又割让之后不很好。他跟着割让的，那拐地道了，这都拐地道了。打住！啥子难了？打住推到底。这一会儿弄到这，这不朝底下弄拱啊？这不炮还得丢了呀？你打住推到底。还是加重炮，还是加重炮。还是加重炮。不敢立中，你不敢立中。割吗？你不敢立中，你可不敢。他不割他这个局还不敢动。你不敢立中。你叫你的主战给你爬过来的，把中炮升上去，把中炮升上去。升下，直接来。啥呀？中炮升了，中给升交个兵啊！交个兵，啊！进攻。敲了呗。这兵怎么拆啊？怎么要拆？打。上个下，上个下，下上个下，远点，远点，别让别人气，上下。稳稳当当，上个下。不会长那么气，是不是？可以上。嗯。公平，公平，公平。选择公平。再过一下兵，再过一下个，再过个。撤兵，撤兵，撤不牢。你打了多了，打你不中，你打不好。打咋不好呀？那你瞧，打了，把那边的边兵打了一中，那边的边兵，打那边，把左边的边兵打了。你那是打着可就可是你逊势了。嗯，啥逊势？你上那柱在那，上那菜粮子一个也拆不了，把炮吃了。不，吃了可你还有啥？哎呀，吃了下一步再抓他那门儿。嗯。我也不能说了，打那边兵吧，打那边兵不打，不能打，挪也多了吧，打不着地，挪一步也中，挪一步好啊，挪一步，你挪一步，挪一步也等着看着跑了啊，对，嗯，可以，挪一步也等着看着跑，跑着压着他一会儿要早就给他打两个，这早就得给他消灭了，不能都给他留点子，嗯，太过分了，这么大只了，行。这个上不来，那中，吃吧，先把他的东西放了，行，这个吃着这不可以，怎么嘛？有，去，你叫我把马骑去，他一沉一点，吃不了，先骑一点，先骑。哦，过住，不用管了，过一过要再说了，过就行，那你过吧，我主动过呀，好的。咦，这国度过得不好。咦，少个人呢？国度咋不好了？直接吃的要两码，他一吃穿了，往想点儿就叫。你穿也怪着急。他不穿，人家拿狙看着。人家狙看着了。穿着怪着急。没老家，你不懂事，人家你看着有啥用啊？你马不到底儿。到不了底儿。国度也对。把马给压回去就妥了，只工嘴儿，作为一只工就妥了，你都不用管了玩儿。啊，你不用管了，不管直接工。往外派一步，往外派一步。往外派一步。往外派一步再下。他想对鱼。你直接工呗。哎，不，直接工不好。咋了？工他一吃，搁他一吃。那是啥吃啊？那种工吧。工。你工了还下不去。这活不用管了玩儿。工在往外派。他操你！看看你咋朝外派？再往外派，那都不去弄那了，这都给他弄过来了。派到边儿。往外派啊！啊，马没有地方，马没有。马的娘！马没有布，马上不来。看着错了，看着完了，他轰就轰他，是吧？我记得我有俩兵呢。你外老，外不是老吗？我到等于不严重了。打兵吧，这兵能我算。哎呀，中华不敢立了。中华也立，立了没事儿。立了也没事。立吧，打吧，打吧。打了不好，一般打了不好。打了对局。打对局。打再说。你先直接先把他爬了，先弄个桌。啊，先给他。你拍到他跑了。你他妈那玩意儿，你能桌不能桌？桌不立马进的了，是不是？你先打着了。啊！你转他那个上来了，你隔开了啊！
你抓他那个咋爬也不着，马这边都不好上，是不是？大腿，好好好好。来，快就这吧，就这就进吧。别别别，直接派他一步，这菜派局，菜要他给我他弄的好了。弄啥嘞？你派局咋用啊？他穿着去。啥呀？去穿着。他穿呢？他那边不能穿了，两三步。他穿吧，这来了给他鼓弄派他一步，这。这是四局吧？嗯。我更。一样，那一样，我多大点儿啊？多大点儿多大饼啊？你，要这要多个嘛俩饼，你要妈妈吃。哎，这就可以跑啊！你就说意思，看见跑给他弄过去了。哎呀，咋拼呢？你咋给他先？可不可以先上菜俩饼啊？一菜俩饼，他炒毛病，是不是？对的，这多我单子都赢过。他不爱拽，他不爱拽，他对的。我不叫他下，你老对他跑，对他可硬啊。他硬了，他硬啥呀？一跑俩足可硬你啊。他没跑啊，他有个马，咋没跑？若不爱拽，我跑搁到这块，一拽都入了。若跑俩足不硬，你应该拽嘞。真是，若马俩足硬，若足两若马不硬。我那对了，我也硬了，我也上了，我俩足能过去呀。再一把就，那不好硬，不管了，想一想。那牌要不上来了。三你都一难，你说俩手该咋？我找他，管他，不能拽直，一拽直就火，不拽直就看够用，是不？对，你拽直了全下似的了，你，你妈这拽，一拽着入，一拽了还不好用，一拽都不好用，是不是？我全下，上来打我了，你先一来先，冲。你把这花钱弄完，不然老这想我列起都错了。哎呀，列这太白老这，你赢出他的头。嗯，你我也穿，我叫你我也穿。那不你总怕你立正要进，是不是？进过去我咋搁到那？我叫他我也穿。我穿中了。你夹膝头都中，你别说夹裆头，我指的就是叫你夹裆头。倒也不慢啊，踩一下。这咋会打？这扳指，是吧？成像啊！妈提的高，你要提到这儿吧，妈都不也住人呢，是不是？我他成了，成了像啊！你要这当那看，我这他外婆，有我看他外婆老将来呀。我老将，我老将也不能叫单子啊。他有我老将，我都有母气了。我主怕翻巴了，那都不踩了。你看着呗，你看着，咱费点事儿，那没法。我这就别往这派上派那太聪明了，别派咱今天这起草下个来起我家这个家你不如我是来说我跟你都不咱我的下我跟你证明我的下来都不行，你要主要打死了你可别和马点怕，这就给你打来一溜一溜，再到换个箱，你是不是？再到换个箱，两个箱也说换不了。他抢我的，他讲你换个箱，他妈主给他打的，打一溜一溜就过了，是不是？那一溜一溜。想死，想死。咱这估计不中了吧？不敢飞翔，飞翔打你的边柱，你的边柱这边啊，边边柱很难搞，还能搞不好看。边柱不能丢。我叫你不这也能打住了，你开打了。来出来吧。我直接把手给撑上去了。撑呗，是不是？你不是好像撑死了？撑下来真是杀气了吗？这不是杀气吗？你没有杀气。杀气。
那也不好意思，他打我，打他。你打你都赢了，你打都赢了，你打你都赢了。哎，这都，呀妈呀，踩不到。坏也不见得有用。这车是怎么用的？还滚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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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不中了，不中了，不中了。啊？那你不中？啊？对了，这头像。